这个绝世强者简直太悲剧，享天队友的包，结果天到了翔。富贵啊，老夫害了你啊，放心的去吧，你的道侣我会帮你照顾好。天猫皇，我看你哪里逃。大威天龙，你力之光岂敢与皓日争辉。我挡猫皇，不杀你我是不为人。打他！这本该是他的复仇大战，却落入赤练蛇族的圈套，坑死了队友。猫皇，这次我看你怎么逃，你再燃烧本源也不行。就算我死也要来一个垫背。动手！住手！天机圣地老祖，老前辈，今日我看你们谁敢动猫皇？为猫皇而来，还是天机圣地的老祖亲至？要知道，像天机老祖这等人物，何其高贵，怕是天机圣地当今圣主，在外遭遇袭杀，天机老祖也不会亲自相救吧？猫皇究竟跟天机圣地有多深的关系啊？这。天机老祖是不是认错人？就错了。前辈莫要动怒，我实在不知猫皇与天机圣地有如此深关系，还请前辈宽恕。我们受到了赤炼蛇皇蛊惑，故此才犯下这般大的罪行。前辈放心，我们定当百倍弥补猫皇。你们应该向猫皇道歉，若猫皇不原谅你们，别说你们以百倍代价弥补，就算是千倍都不行。猫皇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甘愿认罚，只求猫皇原谅。什么样的赔偿我们都认，只要猫皇原谅我们就行。这不想原谅他们就直说，就算你想灭掉他们全部，天机圣地也会帮你做到。前辈，我等只是老六，把我等当个屁给放了吧。此时的猫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搞不懂天机老祖为何会帮他，天机圣地何等存在，跺一跺脚整个中部乃至燕州都会大乱。猫皇受宠若惊，赤炼蛇皇向来阴险狡诈，我想大家也是受到他的蛊惑才会如此，我并不怪罪诸位。猫皇仁义，猫皇虽仁义，但此事不能就这样过去，你等回去需备上厚礼，亲自送到猫皇府上，退下吧。前辈，晚辈何德何能，值得前辈如此相帮啊。猫皇太谦虚了，你之女儿将来必成大器，成就不可想象，到时候我跟天机圣地还得仰仗猫皇了。难道是前辈也知道了大能高人的存在？那是自然，你做得很不错，纵然面临死亡也没有提及大能高人。大能高人对我有大恩，又将小女带在身边，我怎可冒犯大能高人的忌讳。你有如此觉悟，也不枉大能高人费心救你了。原来半天前天机圣地收到了大长老的传音符，天机老祖深知事情的严重，认为这是一位仙人的嘱托，不可怠慢。有没有好处是一回事，要是把事情搞砸了，整个天机圣地都有可能被覆灭，还好赶得及时，未曾让猫皇出事。走，随我回圣地。席，别忘记吃我的席。然而此时他们口中的大能仙人正撅着屁股在砍树，他要给灵音做一个琴。忽然天空飞来一艘神舟。什么情况？谁在出手？到底是哪位高人在此呀？